竞赛可以呢，让更多人来知道何少代表他背后的意涵是什么。所以台南对我而言不算陌生，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。现在就被赋予了基本的生存权及发展权，我有一男一女，表示儿少代表不分男女。如果你不敢去表达，那你将永远失去机会。你们应该让我看见这大大的耳机，这耳机象征着不要紧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发声。他们手上的小旗子呢，则是代表了台南市。白哥和笑脸则象征着黑子。构图上面是以 Q 版的人物为主。那么徽章主要以说跟听两大主轴来进行设计。为乡镇地区来源我艺术能力，为儿少尽一份心力，未来也可以在社会实践中默默努力，落实的男女平等。还有，即使你未满18岁，没有驾照，但是你在宣传。表达理念，你我都可以成为儿少小超人。恭喜各位得奖者，阿远还有参加这个比赛，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。一点，我们以评审的立场来讲是公正，再来就是专业。儿少代表徽章设计竞赛特优得奖的是青少年组作品编号10号李炳阳。